天要买这个万万饼干吗？哇，两包88耶！啊，任两包。但吴心意，你要买哪一个？我就买多利多汁吧。不行，都要去买鸡精啊！吴心意要吃一个泡面。看电影吃泡面，没有营养啦。哦，是哦，你说的哦。哦，你这一说，以后就不要泡面给你吃了。因为没有营养。在这里啊。没有阿林呢？我不吃。阿林无摕饮料，饮料第一瓶。或者嚯，借你大包。我需要一个大包泡面、丸子面。我的多利多汁都一样啊。这个20块，干嘛扣脸？应该不太可能。有这个是九环内的。有。罗心怡，你要吃哪一个？这是什么纽约辣鸡？啊，你不吃过？暴龙起司。多利多汁，多利多汁。妈妈说她要去隔壁。妈妈说她要去隔壁。对呀、啊。我要去。妈妈，我也要去。哦，健达出奇蛋。买糖果了。哦。谢谢。赶快给她照相照一下。健达出奇蛋。哎。意义是这个，哇！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你给妈妈买吗？妈妈，我可以买吗？这个我也要吃。这个看电影院只能吃。那个拿冰放着，没有要拿回家。拿回家再吃哦，电影院没有。这个电影院没有吃哦。那来一杯啤酒吧。啊！这是吹泡泡的，吹泡泡的，这里太多了啦。嗯，啊，这里居然有这个，很好吃耶！100分，100分，超好吃的，我很喜欢，我也很喜欢。嗯，那我。